行政中心开场，最好是在许愿，希望我们的许愿，他正在许愿。请问现在是可以仿机器？没错，我想的是这样讲的，可以仿啊，但是你是看你们声音很差，他没有调。吴总，我爱联盟里的演出，2月18号的中午12点呢，要来正式的卖票。请阿官先不要讲话了。好，那因为这个帐篷现在在聊天的关系，我把这个音量稍微的放低一点点，好，免得干扰到他们。不，你刚刚讲一下，我进不去。好，那我们请这个粉丝们呢，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下，辛苦了。一大早来这边摸黑排队的，或是呢现在还在队伍当中等待的，都感谢你们的辛苦，那就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好，等一下呢，出签名，快乐相会。元宵节快乐！连续三场，今天算第三场的签唱会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这样体力上面都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因为我前面过年都休息很久，对对对。过年的时候嘛，对对对。养精蓄锐。昨天晚上几天哦？有完整的年假？应该有，有完整的年假。是有人不收工，不收工吗？对，有些人有，有些人有，有些人是第一次没有完整嘛？对对对，对，有啦有啦，他们说蛮完整，睡很饱。对，刚刚有人是手掌茧吗？我，主安主安，哦，就是没有，那是他自己的问题，是他自己的问题，是他自己的问题，自己承担，自己承担，对，其他人其他人都没有，自己承担。他是昨天有两场签了几张吗？昨天两千多，两千多，三千，快三千，他快三千，哇。哇、wow ！总共大概几个小时呢？高雄签了2个多小时，你说只单纯签名的话是2个多，然后台中2个多小时，总2个多小时，是签名最少。哎、欸，文婷一开始是文婷，可是他过年都有练习之后，哎、欸，真的有变快，他渐入佳境，渐入佳境。本来是最慢，本来是最慢，越来越快了。你有新设计了，对不对？新设计了。没错，要教那个黑，但我觉得有很好看很多。我觉得其实可是他在前面，他没有看到我。有后来去看，后来去看，对对对对，没有救不过来了，来不及了。真的有看到？我懂。好，我们继续。主要你的手会长眼，是因为你手特别嫩吗？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因为其他可能都不做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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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容易长这样吗？对，没有，是因为我你对什么对？好像我跟你注意，是因为你刚刚有爆料，你都不做。没有，是因为我拿笔是这样子拿，握笔习惯了，不是习惯的问题，所以我手就一直磨到。所以你平常也不做家事？没有，我会做，我做自己的。哎，可是签那么长时间，万一想厕所怎么办？哦，这个呢，其实我们在签之前都会去好好上厕所。其实只想有相关的经验。没有，因为昨天真的签的时间比较长，因为我们想要让每个粉丝来的这边，来到这边都可以有签到我的名。对对对，然后就只能忍住。对，但其实我们也没有一直 focus 在想上厕所什么，因为其实都最主要是跟互动上面，粉丝们互动，所以真的非常的感动，就是第一次见到，有些粉丝是第一次见到我们。对对对，然后有些粉丝上也是快哭了什么，就是太感动。昨天有印象深刻的粉丝吗？有，有妈妈带小朋友，然后他签到最后一个时候就是很开心，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。然后叫你爸爸。没有啊，印象深刻啊，那真的是印象深刻。不是，就是家长带小朋友一起来签专辑，然后他们拿着专辑就很开心。对，我觉得那画面很温馨。我遇到也是一个家庭，就是妹妹先签，妈妈在签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爸爸，你也是粉丝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没有，打不赢就加入。就”没有办法抗拒，就跟着来一起来，超可爱的。我有遇到一个，就是一上来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阿公很喜欢你。”然后我想说，我怎么会有阿公粉？然后结果下一个人，哎、欸，那个我阿嬤很喜欢，连续两个这样子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好像都已经准备好一个要跟你互动的，对对对，他已经想好想讲什么了，超可爱。那你们这次演唱会有特别对什么部分会觉得比较紧张或者有压力吗？就是这是第一个专属于我们的专场，然后所有东西都可以融入我们自己。的想法进去，我觉得这个反而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压力比较大，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那么大的场合演出，我觉得这我们每个人都
很紧绷了，就是在现在商演空闲之余，就要去精进自己的一些技能。对，边参与活动边准备。你们有设计什么样的桥段吗？就每个人想说要表演什么样的桥段？有，我们其实有设计，但是每个人的属性都不一样，所以说节目的内容会相当的精彩。比如说委员哥，今天就是开赛嘛，慢慢告诉大家。所以说有 solo 的部分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，就是会有各自的 solo 部分。但是各自一 part 是什么，你就先不要讲。如果我们后面发八次稿，谢谢大家。才刚出道就这么红，然后又要开专场，你会觉得心境上面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没有到说我们不会有那种哇自己对，这真的已经好像红，对对。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学习跟进步。那当然在就是很常会在一些场合看到我们自己的照片，或者是一些听到我们自己的歌，会觉得蛮感动的，好像有人注意到我们喜欢的事情，然后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同乐。那不管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就希望我们可以持续保持这份热情，然后带给各位粉丝们，或者是不管是哥哥姐姐们也好啊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在不管是伤心的时候、难过的时候，可以感到一股活力这样子。对。之前那个也是原子少年的团体成员邱胜阳跟陈胜佑，他们有去韩国参加选秀节目，你们有没有关系？有，我们有私下的。有，还有那个右润，冠瑞哦，冠瑞有参加，冠瑞有哦。那你们有跟他讯息有讲什么吗？讯息，相信他们应该也就是有点老神在在的感觉，因为之前也是选秀节目，有这样的经历，所以我相信他们在韩国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。然后看到他们第一支影片最近也出来了，对对对，他们表现得蛮好的。冠瑞拿全新耶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准备好过去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也是给他们加油鼓励，就是不用为他们太大的担心。刚说会有 solo part， 那你们会有一种竞争的心态，就是想说我的粉丝的尖叫声要比较大声吗？哦，一定有啊，就是在团内良性竞争，对对对，对，就不可以那个，这样作品才会比较好。那昨天跑完两场，有觉得谁的尖叫声比较大？昨天跑完两场，因为我觉得主安的有点那个。有点危机哦，是吧？有一点，对我来说，就是会他的那个给你有威胁感，对，有点威胁，有点威胁，不是危机，是威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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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危机，不是危机。你意思是说他的尖叫声最小？不是危机，不是危机。有点危机的话，那我可能要，我请我的粉丝再努力一些。吓到。不是危险，是危险，不是危机，不是。但是我们大家都势均力敌，就是每次。就是讲话的时候，对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这样的关系才能让我们团体越来越好。就是每个人都精进自己的实力啊，这样我们自己好，团体才会好。对，所以良性竞争，谢谢。候选人，谢谢。你们有看到？因为昨天好像有一些粉丝有在 D 卡上面有聊到说，好像有人跌倒受伤的事情，这里有看到这件事吗？有，我们有知道这些情况，然后其实就是公司跟承办单位有在进行后续的一些相关的处理，这样。那相信公司跟我们等一下会再跟，如果大家需要，我们会有一些文字的说明，提供给大家，这样。会不会很心疼？因为可能是因为推挤当中不小心，其实当然会觉得蛮担心的啦。对 对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开心的出门，然后平安的回家，这样。行车先到，当然我们结束前他们也有回到现场，我们有亲自的下去跟他们签名。哦，对，好像你们昨天是有全部签完，我们有下去亲自跟他们签名。对，就希望大家在活动的时候能够照顾好自己，不要推挤，以免受伤。送东西给家人，在这次过年，我觉得蛮有意义的。但是我觉得金额不是一个重点，就是我觉得是心意，因为家人看到我们，我觉得大家的家人都是，就是
就看到我们现在的成长，就是大家已经，他们现在看我们成长就很开心了，所以他们应该红包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应该是，我记得哲言跟我都有送一些，对我是以送礼物了，送礼物就是代替金钱上的那种，因为我相信长辈也不希望我们去给现金，给现金，对，长辈很爱钱的、欸。没有，长辈是我们自己的，现金很重要，我们自己的家人，自己家人，家人，家人很爱钱、啊。你确定你有问过他们说你想要礼物吗？你是不是在说出自己的心愿？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实际啊，因为钱他可以去买，他们都直接抽走、欸。现在长辈都比他们有钱，好不好？哦，他们这么小。对。昨天收工的时候，大家有聊一下说，哇，签唱会，然后这种心情啊，或者什么的那种感觉，那私下聊一下吗？有。其实我们从那个休息室里进去休息室的时候，我就跟换去走我后面，我说，真的很感动。因为大家是那种感觉是一起见证你这个历史性一刻的过程，对对对，一个过程，就觉得很感动。我其实回家之后有粉丝就是私讯我说，他昨天来签唱会的时候，他在台下哭三次。对，就是第一个，我觉得应该是。就是等待我们，然后很久，不是啊，不是，然后九号酸，他一直叫你，然后都没看到他，不是我这么大，等待我们，他有那个兴奋之情，对，然后第二个点是看到我们，哇，终于看到本人了，然后那感动涌上来，第三个就是上台的时候，没错，所以那个感动有三个层次，了解，虽然分三次流眼泪，他哭了三次。而且好像还有蛮多，就是台湾的粉丝来的哦，对，那日本有日本的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对。那他们是跟你讲日文吗？对，有跟我讲日文，对。哦，你们有谁对日文是比较熟悉的？没有。那你怎么回他？就是嗨，又怎么来的吗？谁啊？又怎么来的吗？你蛮熟的。动漫小看一点点啊。哦。就基本的，对，基本的啦，还可以听得懂。应对，对应。哈哈，还有没有问题？赶快问一问，不然粉丝等有点久，还有没有问题？赶快问。啊？就这样吧，今天。对，我就还有问题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明年是武道馆，对不对？不要理他。好，谢谢。好喽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